真的非常的棒，尤其等一下你们看到他们在台上的表演，真的那个真的忍不住要眼眶泛泪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，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建成国中吉乐合唱团的表演。我们这些有意思的开始表演。那么今天非常多的贵宾来到现场，刚才都
我们的节目这个即将要演出完了以后，那再请那个校长来给我们一一的介绍今天莅临的贵宾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拨空前来，那我们非常荣幸可以有各位来参与49周年的校庆典礼。好，那么大概在1分钟就要 say 好了。我一定要那个特别说这一点哦，就是我们在国乐团国乐的比赛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，所以呢，我们在107学年度建成国中将要开立全台北市第一所国乐专班。那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国乐团哈，一直以来成绩非常的优异，那也一直非常坚持。如果你们有像我们有去参加那个比赛的现场，可以看得到。表现很优异，都是东区的大校。那唯一建成国中真的叫屹立不摇，真的要感谢林奕霖老师一直以来的坚持，那还有就是家长们的支持，那还有学校的肯定，这还有行政同仁的协助，这真的非常非常要感谢大家。好了吗？那再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建成国中吉乐合唱团带来东大的曲目。
校庆非常的有诚意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